王守义十三香邀您接下来收看法律讲堂文史版。刘备心怀匡扶汉室、兴复中原的宏图大志，然而逐鹿中原二十几年，到47岁时还一事无成。那么他身上到底缺少了什么？刘备三顾茅庐来向诸葛亮请教，那么诸葛亮都说了些什么？为他做出了怎样的规划？历史的发展又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秦涛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六集《隆中对》。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诸葛亮。现在就让我们随着刘备的目光，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到底长什么样。三国志记载，诸葛亮身高8尺，容貌甚伟，身高1米84，长得非常具有男子汉的气概，典型的山东大汉。三国演义呢，说诸葛亮是羽扇纶巾，手拿鹅毛扇，头戴青丝头巾。那这个描写是不是真的呢？有的学者呢就考证说啊，这个是小说家虚构的，因为三国演义是明朝的小说，而宋朝的苏东坡写了一首词，描写周瑜，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所以羽扇纶巾应该是周瑜的打扮。这个呢也是一个误解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比宋朝更早的出处。其实早在晋朝，晋朝人裴起的羽林，以及南北朝时候南朝人殷云的小说，都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个人打仗。那司马懿知道这诸葛亮厉害呀，第一次和这么高的高手过招，非常紧张，就顶盔贯甲，穿防弹衣，全副武装，还不放心，就派个小兵啊，你去看一下诸葛亮那边什么情况，回来告诉我。小兵出去看了一圈，回来报告啊，说大将军，您这太丢人了，人家诸葛亮乘素羽葛巾白羽扇，坐在一辆非常简朴的小车上面，头上随便扎一块头巾，手里拿着一把白羽扇，指挥三军随其径直，扇子往哪指，三军将士就往哪走，比遥控器还好用。反观大将军您呢，穿得跟个粽子似的，太丢人了。司马懿听了以后非常惭愧，一声感叹，真名士也，我只是一个职业军人，诸葛亮才是真正的名士风范。所以说羽扇纶巾符合历史上诸葛亮的穿着打扮。我为什么在这儿这么强调诸葛亮他穿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讲究衣冠文物羽服制度，穿着打扮反映了政治上的大问题。秦朝末年有一个儒生叫叔孙通，这个人非常有学问，他有一天呢穿着一身儒服，儒服就是宽袍大袖，鹅冠博带，跑去投奔刘邦，想要在刘邦的手底下混一口饭吃。刘邦一见叔孙通这身打扮很不高兴，因为刘邦本人没有文化，他是一个大老粗啊，所以他最讨厌文化人，一看你穿一身儒服过来，心里面当时就很抵触。叔孙通这个人呢最会察言观色了，一看哦，刘邦不高兴了，明白了，不喜欢看我穿这身衣服，所以回去赶紧就把这个儒服给脱了，换成一身短打扮，庄稼汉的打扮，再去见刘邦。刘邦这一次一看心里舒坦了，这个才像话嘛，才像我们自己人嘛，就把他给留下来了。所以叔孙通对他自己的定位不是帝王师，不是大臣，而是奴才。皇上您喜欢看什么，那我就穿什么。
啊，不要说穿短袖了，您要真喜欢，我穿刀子都行。这种儒生就是有文化的奴才，他们为虎作伥，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集权的罪魁祸首。诸葛亮不是这样的，诸葛亮穿羽扇纶巾，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羽扇纶巾是什么打扮？是隐士的打扮。照理来讲啊，你出来做官，那你应该穿官服。诸葛亮在朝为官几十年，却一直穿着他当年隐居时候的羽扇纶巾，这个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出处之道。出就是出来做官，处就是在家隐居。所谓出处之道，说的就是无论你是隐居还是出世，都要符合道义，不能乱来。菜根谭里面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处灵泉之下需要怀郎庙的经纶。你隐居在山林之中，你要关心朝廷大事，要关心天下兴亡，你肚子里要有经邦济世的实用之学。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轩就是你做官以后坐的公车，冕呢就是你戴的官帽啊。你做官了，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俗，一身俗气，一副官腔，你要有一点山林的气味，有一种脱俗之态，飘逸之气。诸葛亮呢，他隐居隆中的时候忧国忧民，出山做官以后羽扇纶巾，就是这种出处之道的最佳表现。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面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现在刘备就见到了这位身高八尺、容貌甚伟、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刘备让他自己手下人全都退下，草庐之中只剩下他们两个相对而坐。刘备就问诸葛亮，我出道到现在也有二十几年了，本来的想法呢，我是要逐鹿中原，结果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中原被别人给追逐，现在我都47了，一事无成，请问我该怎么办？刘备这个问题引出了诸葛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因为回答的地点是在隆中草庐，所以史称隆中对，又叫草庐对。成都武侯祠挂了一副对联，叫做两表愁三顾，一对足千秋，说的是诸葛亮平生有三篇大文章，两表就是前后出师表。诸葛亮用前后出师表报答了刘备的三顾茅庐知遇之恩，这就叫做两表愁三顾。一对呢就是隆中对，一对足千秋啊，哪怕诸葛亮这辈子没干过别的，就一篇隆中对，那也足以让他名垂千古。事实上也是如此，刘备听隆中对之前一事无成，听完隆中对以后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从此以后顺风顺水，无往而不利。那么隆中对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隆中对到底教会了刘备什么呢？在隆中对里，诸葛亮教会了刘备两项政治领袖必须具备的素质，这其中第一项素质就是权道。那么什么是权道？刘备逐鹿中原二十几年却一事无成，诸葛亮将如何用权道帮他打破这个僵局呢？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秦涛将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六集《隆中对》。什么叫权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啊，最高境界就是道。道又分为经和权两面，经是道的常态，是不变的部分，权是道的非常态，是变化的部分。所以古人有云，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也。权这个东西在形式上来看
好像一反常态，好像不对，但结果是符合道义的，这就叫权。说起来比较抽象啊，我们来举一个具体例子。孟子记载，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淳于髡，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抬杠。有一天他来找孟子来抬杠啊，淳于髡说，我听说你们儒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男的和女的手都不能碰，有这么回事吗？孟子说，没错，这个是一条基本的礼仪规范。淳于髡就问了，那如果你嫂子掉河里了，你会袖手旁观呢，还是伸手拉他一把呢？淳于髡这个问题啊，是一个两难问题。你伸手去拉他，那你就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等于打自己一个耳光。你袖手旁观，那就是置人命于不顾，禽兽。那孟子是怎么回答他呢？孟子说，啊，我当然要去伸手拉他了，见死不救那是禽兽，男女授受不亲是一个原则，这个没错，这是经，我伸手救人这是一个例外，这叫权，有原则必有例外。所以说呢，规则本身并不是必须遵守，规则背后的道理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能够弄懂法律背后的法理，在普通情况下守经，特殊情况下用权，这个就是权道。权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一般人用不来，因为一般人啊，他只能够看到一个表面的经，表面的规则，看不到经背后的道理，那就更谈不上用权。如果你看不到背后的道理啊，你说我也要用权啊，我也要打破规则，我要搞例外，那就不是权道了，那就变成权术，变成权谋诡计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刘备就不懂权道，刘备只知道我要逐鹿中原啊，我要打败曹操，我要匡扶汉室，不懂得拐弯。所以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在跟曹操死磕，打又打不过，一事无成。诸葛亮现在就告诉他，你暂时不要和曹操打，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手上有天子这张王牌，你有吗？曹操手下有百万之众，你行吗？两样都没有，那你凭什么跟曹操斗呢？所以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现在啊风头正盛，你不要去惹他。刘备一听他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啊，我这辈子我反对的就是曹操，这大家都知道啊，你现在不让我去跟曹操斗，那我跟谁斗呢？这江东有个孙权实力也挺强的，要不我去打孙权？诸葛亮说，你这人怎么就不开窍呢？人家都是柿子捡软的捏，你怎么看谁强你就打谁呀？孙权从他老爸孙坚开始就在江东奋斗，到他哥孙策，再到他，已经是江东的第三代领导人了，实力雄厚，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我们要把孙权变成帮手，而不能变成对手。刘备一听这就更纳闷了，这曹操也不能惹啊，这孙权也打不得，那我怎么办呀？我干什么去呀？直到这个时候，诸葛亮才给刘备指了一条明路，你混到现在一直在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你的眼睛只盯着中原，所以你的路越走越窄，天底下没有容身之处。其实你回头看一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北方这曹操都已经占完了，南方呢分为三个部分，东部的扬州已经被孙权给占了，现在还剩下中部的荆州和西部的益州。荆州居天下之正中，四通而八达，现在荆州的主人刘表不思进取，将军岂有异乎？啊，刘将军，您对于荆州这样一块肥肉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想法吗？再看益州，益州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
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以益州起家，夺取了天下。现在益州的主人刘璋也是个窝囊废啊，比刘表还不如，两块馅饼放在那儿，只等着将军您去吃它。所以我建议你先取荆州，再取益州作为根据地，回过头来再来讨伐曹操，走这样一个迂回的战术，这就叫权道。这是隆中对交给刘备的第一项素质。除了权道，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交给刘备的第二项政治素质就是大局观，并为刘备量身打造了一个四步走的战略方针。那么诸葛亮这个四步走的战略方针为刘备勾画了怎样的政治蓝图？面对曹操大军的大举南下，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又将面临怎样的严峻考验呢？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秦涛将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六集《隆中对》。在民间，他是智慧的化身，隆中对策，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七擒孟获，一个个经典的故事成就了他无人企及的智慧传奇。历史上他还是道义的践行者，一生立脚石壁，以正道自勉，以功德为先。他怎样以君臣之道、立国之道、法治之道铸就了自己的忠肝义胆？他的修身之道、出处之道、用兵之道闪现出怎样的智慧光芒？作为国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古代政治家，他身上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密码？2月8日至16日，法律讲堂春节特别节目特邀西南政法大学秦涛博士为您讲述诸葛亮之道，敬请关注。什么叫大局观呢？在空间上来讲，你不能只盯着眼前巴掌大的那一块地方，你要放眼天下，全国一盘棋。在时间上来讲呢，你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短暂的利益，只有短期的目标，你还能够想到10年计划是什么，20年计划是什么，100年大计又是什么。作为一个部下来讲啊，可以只盯眼前，这个没问题，只要完成眼前任务就可以了。但是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那就必须要有大局观。刘备最缺的就是大局观。刘备以前打仗啊，只想着我要匡扶汉室，至于你到底怎么样去反对曹操，怎么样去匡扶汉室，你怎么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一点把自己给做大，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啊。所以今天陶谦找你帮忙，你就去徐州，那明天吕布把你的徐州给抢了，你就逃跑。今天刘表请你到荆州来，那你就来荆州。那明天要是曹操再把荆州给占了，你怎么办呢？完全没有想过，只知道蹲在厕所里面看着大腿长肉流眼泪。如果比喻成下棋，刘备那是一个臭棋篓子，走一步棋看一步棋。诸葛亮那就是大国手，走一步能够想十步，走一步看一步，那就没有大局观，只知道占小便宜。哎，这里有一个小卒子可以吃，那我先给你吃了，至于吃了以后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害啊，根本想不过来，脑子里面是一团乱麻。走一步想十步呢，那就有一个完整的思路，知道什么便宜可以占，什么便宜不能占，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放弃已有利益，弃车保帅，以小博大。隆中对从大局观出发，为刘备制定了完整的四步走战略。第一步，占领刘表的荆州，控制长江中游。第二步，占领刘璋的益州，控制长江上游。第三步，内修法治，外合孙权，把整个长江流域联合起来，以南方对抗北方。第四步，等待曹操政权出现内部矛盾，你就派一员大将从中路北伐，
你自己呢，率领大军从西路的益州北伐，同时联络孙权从东路的扬州北伐，三路出击消灭曹操。到那个时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一语点醒梦中人。刘备听了这番话恍然大悟啊，感情我是大半辈子出生入死，我自己还觉得挺有奋斗感，实际上完全是一场白忙。现在得到高人指点，思路一下就清晰了。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隆中对就能起到这个效果。听过隆中对以后的刘备脱胎换骨，从一个三流的小军阀成长为一代政治领袖。他当时就铁了心，我要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到这个时候呢，诸葛亮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就接受了刘备的邀请。这个行为拿我们今天的民法理论来讲，刘备发出了一个邀约，诸葛亮给出了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分量是非常重的。这就意味着诸葛亮以前躬耕龙母抱膝长啸的逍遥生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27岁的诸葛亮将会用他剩下的27年人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在离开隆中之前专门交代他的弟弟诸葛均，让他继续躬耕啊，不要让田地荒芜，等我攻城之日，我还要回到这里来隐居。事实上诸葛亮这一走再也没有能够回到隆中。这段描写更加增添了诸葛亮的悲剧色彩。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以后，两人的关系特别好。《三国志》说他们俩是情好日密，这就引起了关羽和张飞的不满。刘关张兄弟三个人以前是共同创业的中国合伙人，关系特别铁，现在横空出世插进来一个诸葛亮，眼瞅大哥跟他好了，不理咱们了，关羽和张飞一肚子羡慕嫉妒恨，难免会闹情绪。那刘备呢，就开导他们说，你们俩不要不高兴啊，我刘备以前就好像一条大鱼，我想要兴风作浪，但是没有水，只好干枯等死。现在我得到了诸葛亮如鱼得水，从此以后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咱们的事业要蒸蒸日上。如鱼得水这个典故就是打这儿来了。转过年来，到了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率领大军南下，想要一口气统一天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荆州牧刘表病死。刘表的小儿子刘琮在文武大臣的劝说之下举白旗投降。刘备一看是情况不妙啊，什么隆中对，什么四不走都顾上了，又使出他那个看家本领逃跑。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荆州，但是曹操的脑子非常清楚，他知道我真正的对手既不是老糊涂的刘表，也不是乳臭未干的刘琮，而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刘备。所以曹操进了襄阳城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派出5000精兵，全都骑上最好的战马，装备最精良的武器，马不停蹄追杀刘备，务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脚下没有了立锥之地，身后还有5000追兵，手里又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啊，全是老弱病残孕。不要说实现像隆中对这样的宏图大志，就算保全性命都显得非常困难。诸葛亮刚刚出山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也回忆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初出茅庐的诸葛亮面对着曹操带来的第一个严峻考验，将会如何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我们下一集再讲，谢谢大家。自三顾茅庐之后，刘备和诸葛亮经过短短14年实现了建国的梦想。那么在群雄争霸的东汉末年，实力弱小的刘备是凭借什么在夹缝中生存？诸葛亮与刘备的立国之道究竟是什么呢？明天将为您讲述第7集《立国之道》。